这是我开着房车去西藏路上偶遇的小姐姐，她和我在房车里面已经生活了一个礼拜，今天我们的露营地还在南迦巴瓦。嗯，起来了。你那边窗户可以看到南迦巴瓦吗？我把相机给你。来，你看一下。看到窗户干嘛？这早上起来你那个头发怎么弄乱？你看一下。哇，太震撼了，真的是。早上好，兄弟们，我们准备起床了。这个车里面晒了这么多衣服，等一下烘没干，因为昨天睡了一半太热了，把暖气给关掉了。关掉了以后呢，然后它就干不了，原本只放在车里面放着一台，只想着把这个衣服给烘干的。我带你们出去看一下这边整体的一个风景啊。哇哦，这边也是大雪山，然后这就是从窗户透过去给你们看的，刚才看的南迦巴瓦，这才是真正的南迦巴瓦啊！前两天在那个昆明那边打开窗户，那个雪山有人给我评论那个是南迦巴瓦，说我让我多读书，我也不知道他读书读了是多少。你现在准备把衣服拿出去晾晒是吧？拿到哪里晾？看他晾哪里？你的鞋。哇，那早上一大早就有牛在那边吃草。你这个要把它中间打个结，把衣服在绳子上转个弯啊！一早上起来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，大家都说十人九不遇，但是我们每什么时候起来都能看到，在这个水池下面能够很清楚的倒映着南迦巴瓦，太舒服了这里。这边是一个酒店，酒店的名字叫桃花运酒店。昨天车外面都已经结冰了。都已经结冰了，可想而知外面应该零下很多度了呀。你再帮我收睡袋吗？这个睡袋还是真的有点软和。早餐我们吃什么？早上你想吃啥？吃米饭还是吃面？吃包子？吃稀饭？吃稀饭吧。早上吃稀饭。啊，你们上海里干嘛？泡茶。泡茶？你们重庆一般不喝功夫茶，对不对？都是喝杯子泡的。那你跟我和那老刘他说，这个阳光晒进来真的太舒服了。辣椒不辣的？你作为一个重庆人，动不动就说辣，动不动就说麻。重庆，它其实只是比较麻，从辣不麻。要不是因为你会说一口重庆话，我都严重怀疑你不是重庆人。重庆说辣怎么说？麻跟辣。辣哟。好辣哟。麻嘞？好麻哟。赶紧洗碗哦，我出去抽支烟啊。过来，我们喝咖啡吧。咖啡豆就在那个电饭那个上面最顶上面。对，快没有了，快喝完了。都说南迦巴瓦是九不遇，你看我们天天都对着南迦巴瓦看，呵呵，一起床一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。刚刚飞无人机的时候看那边有个峡谷，一会儿我们骑电瓶车过去看看。电瓶车可能跑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以为回来没电，结果看见隔电还能用很久。是吧？没关系，你骑这个，我骑这个平衡车。喝完咖啡。然后我们过去转转。哎，那个墙后面是一个牛场啊。对。那么多牛。现在不多，晚上回牛圈回来的时候才多。这感觉，看着雪山，蓝天白云，喝着咖啡，这个地方有水有电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还有牛作伴。对，还有牛作伴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，是在西藏明知市啊闽宁县的那个索松村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叫桃花运酒店。这个酒店的配套设置非常好，我们现在就在他们的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呢，有充电桩，有提供自来水，然后除了充电是2块钱一度以外，然后水啊、停车啊都是免费的。然后那个前台的这些酒店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也都特别友好，特别客气，非常非常的，有礼貌。包括我们去找他做什么事情啊，服务态度真的是，我感觉能在西藏这个位置有这种服务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他们酒店里面的服务人员态度特别好？我们在这晒着太阳，喝着咖啡。哇，太阳太晒了，晒得这个脸好烫。我们现在准备骑上电瓶车出去看看周边的风景。这个车它呢折叠性是非常方便的，放在车里面也不太占位置啊。它这个是这个品牌，这要收起来的话，这个位置这边有一个拉手，拉一下，对，拉一下，然后往下摁，往下摁，往下摁啊，就拉手拉一下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正常骑的时候往上一抬就可以了，然后这样就可以骑。如果要是收起来的话，这下面有一个拉手，这样一拉。这样子一合起来了，然后这边再一抬，哎，
就只有这么一大一点点，看到没有，放在我们的后备箱里面都特别方便，很好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喂，来电门没开吗？对，关灯、是不是很方便？是的。他骑着那个电瓶车，我来骑着这个平衡车，跟着他屁股后面。啊，好了，我把我的摄影包背起，等一下万一遇到什么美的美景啊什么的，我们好拍，无人机啊什么的都在这里面。走，我们去探索新世界，去周边逛一逛。慢一点，我追不上，这个跑得也太快了。好骑吗？好骑，很轻松。很轻松。来加个速度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一下子不见了。你走慢一点，我追不上你啊！哇，这旁边还有两匹马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好了。我下次要带着我老婆过来。你咋不说话呀？对，我要带着我老婆跟我女儿一起来。哇，这感觉太美好了，风景太棒了。兰加巴瓦，我们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它的壮观，太震撼了！我勒个天哪！啊。这个地方太美了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敢往前面走了。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走了8公里了，然后我的车子现在已经掉了一半的电了，它的还有满格。哇去，你这个也太能跑了吧，8公里还满格。我们往回走吧，万一我的电回不去了就麻烦了。我这个电第一格是真比较耐跑，后面的比较虚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往回走，怕电没电了。我这个平衡车骑了800多公里了，然后它那个电池的续航有点不太给力啊。